挑战是跟妈妈默契大考验。我那时候以为是要叫我妈做她的拿手菜，我就跟她讲拿什么，然后要煮菜，她就哦煮菜我不要哦。我有讲，如果猜不到的话，就回去罚她吃一个礼拜这样子。还蛮有信心猜不到的，我觉得非常有把握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好啦，最怕就是他为了上节目，开始那边给鬼给鬼。各位妈妈好，今天要挑战指定菜色是番茄炒蛋。好，那我食材跟调味料已经都准备好在料理台上面了。那现在各位可以拿起自己的厨具，到后方开始制作。我觉得一定可以啊，真的非常有把握。默契应该算是超好，就我做什么事，我做什么坏事，我妈都知道，这样算默契好吗？煮菜的习惯，我都负责吃而已。口味，我可能煮的是比较重口味一点，比较咸啊，比较甜的，反正就是煮菜粉就喜欢吃啊。味觉那些嗅觉都帮不了我，帮不了我，我今天只能用心去感受，因为我是单亲加家庭，就是从小都是姑姑跟奶奶带到大。因为我们番茄炒蛋家里都常常吃，其实我们家里做的是不会放番茄酱，但我说我今天是我有特别去买了一罐有机的番茄酱，就是要设这个陷阱。我觉得80分可以哦。我妈的切工是我很常拿出去跟人家开玩笑，真的都是很辣。她喜欢烫青菜，她喜欢吃辣的，她吃过的话应该知道我喜欢加什么东西。她小时候拍蒜头的时候都不去皮，她直接啪就夹就加下去。不是，这太难了吧？我觉得用看的这个应该不是，可是我觉得这道也很像啊，这道也很像，因为它番茄都很大。这两道有嫌疑，中间不是，因为我妈葱都是大大大，这个又是我的手法，不是吧？这两个来讲，这个还是比较大块一点。好饿了，这个味道比较像，它这个看起来比较像，这个长得不太像，这个好豪迈啊！其实他可能加很少多番茄，拿错啊！以后就叫他自己煮饭自己吃。那这个严重哎，而且这样可能一下就瘦了。我看他可能更打不出来。你要骗人的啦！不可能啊，应该没有加葱吧？那一二三，你们吃。还没一二三，你会不会掉？节目效果。这还挺死的。这个蛮好吃的。很感谢你，天天煮饭给你吃啊。然后每次只要一起床，然后就叫：“哎妈，肚子饿。”我妈从小就是养我们到大，所以我就很想快点。因为我觉得她很辛苦啊。我也说过一些很伤你的话，在我们有争执的时候，我还是很谢谢你，因为你是我家人。你还是我最爱的妈妈。好啦，爱你啦。谢谢你没有放弃我，希望他平安幸福。感谢神，这三四年来，对，我想他应该也有感觉到我的改变啊。对，我尽量会改变我以前的方式，对，就是体认到的。我以为我不会哭，不想擦泪。长大。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！对，不管我今天有没有猜到，我觉得其实很感动。哎，那我每天都煮饭给他吃啊，他当然要猜中啊。我比较担心是他，然后我们家阿晴，就是因为他真的是这三天都睡不好，他压力很大。对，为了这个，虽然你有故意要整我，但是我还是找出一些蛛丝马蹄来，就是有用心去感受，应该是你看我平常没有关心你，可是其实你的习惯我还是偷偷都有在 follow， 好不好？好在你猜对了。对。